那他有告诉那个总编辑说他的想法。最早呢，他想要在观音山风景区上面一所大学外面做一个很大型又高档的那个叫做银发村，曾经在日本上流行过这种银发村。后来呢，做过不断的，好像我们润泰集团是台塑集团也有做类似的这种规划。发觉好像在我们华人的社会哈，对这个建筑，对这个机构是不太有好感的，因为大家都可能退休了。那银发村不是生病的人去住的哦，是身体健康的人去住的。哦，但是因为这样子，很多年纪越来越老，越来越老，很多可能今天有人出去了。那在一样住在这个社区里面的老人家就心里会毛毛的，我们明天要不要换谁？所以后来他想说这样子一个规划是有问题的。那看了日本好像也有一个城市有这么样的规划，后来好像也是失败的，所以我们在调整说那改成那个大型的饭店。所以现在的高雄义大皇冠假日饭店是这样子的一个缘由。那后来他认为说只有在那盖一个饭店呢，你要怎么去做即刻的效应，没那搞那人可以 keep 修来，可能很单薄，哦，可能很单薄。因为我以前在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服务的时候，那边在马来西亚的近郊，在山区里面有一个叫做华国村呢，它也是单独一个饭店，后来它也是做的哩哩啦啦，那个饭店做的还不错。早期我在外国航空公司啊，是专门把我们台湾客人哈，送到国外去。我22年前在台北服务的时候，在印尼国家航空公司，你们现在熟知的巴厘岛航线。巴厘岛的产品就是我，就是卢启文哈，卢老师哈，22年前我去开发的。如果现在巴厘岛的产品在台湾的旅游业界上还有一点点哈，还蛮夯的那个旅游产品来讲哈，其实我自己认为了哈，我自己觉得我有贡献一点力量。以前呢，全部都没有直飞航班，就是我去开发的，我教台湾的旅行社去如何去安排行程啊，如何去那个住宿。用餐、景点、哪一个海滩等等，那个细节是我规划的。后来，哎，一炮而红。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被马来西亚航空挖角到高雄去，我到那边去开发了槟城兰卡威。后来兰卡威也很旺，那时候10几年前很旺。到后来兰卡威慢慢又下来的时候，我又开始炒作沙巴。沙巴有没有去过的举手？我去沙巴54次。我以前是业界啊，旅行社业界称我沙巴王子，沙巴也是我去开发的，所以我在之前的这个工作的立场的那个职场上呢，这三个新的产品是我永远都在做那种披荆斩棘的工作，就是新的一个市场，我都会想办法去把它 promote 起来。那现在我来义大也是这样子，好，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没有正式营运，我们现在都还在做试营运的阶段，还没有正式开幕，但是呢。我希望我能够协助我们南部地方哦，发展这个观光，尤其在国际的观光这一块，大量的来赚外国人的钱。哦，以前我都把台湾人送出去国外，让国外人赚我们的钱，观光外汇。哦，那现在我是很希望说，能够把外国的客人哈，哦，带到我们台湾来，带到我们高雄，哦，带到义大来。那之前呢，我们花了很久的时间哈，哦，在这个硬体的一个规划建构上面。但是因为我们创办人他很明确的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他要做最大的最好的，他希望能够给外国观光客说到了南部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休闲观光游憩用餐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的那个气势啊，我常到每个县市去做业务推广说明会的时候，我常讲一句口头禅，我们义大世界规模真的有够大。如果有机会的话哈，各位学员呢，有机会你的公司啊，或者是你的单位啊，你的家人啊，你的朋友要去南部旅游，可以选我们义大世界。我今天不是在课堂上做那个推广，我是想说我一辈子都在做这种好的景点哈，给这些消费者或潜在的客户，那义大也是你们可以选择的。你们赶快记一个电话号码，是我个人的那个号码，0987998877，这是我私人的，这是我给我的同学啊，我的好朋友，我的家人。公务的电话，我的手机就不是这个哈。这个是因为我很珍惜今天跟大家相处的机会。0987998877，记我的电话没有什么好处，就是我来义大玩来住的话哈，可以有折扣。哎，我怕花钱。
就是我至少可以用我们员工眷属的这个价钱呢、啊，能够来提供给大家，就你们都不用买到比较哦那个台面上的价钱哈、哦，就是有一个优惠价了哈。好、哦，这是大家今天有缘哈、哦，坐在这边一起分享新的资讯，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哦。所以搞完件合备底牌很好记嘛，对不对？0987998877啊、哦，这是台湾大哥大的处长特别送给我的。本来这个号码要留给他们蔡老板，后来我说你如果不给我的、啊，兄弟就做到今天为止。啊，因为这个叫黄金号码，啊，因为我以前服务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我所主导控制的那班飞机叫做 MH87，啊，所以我对87号是情有独钟。我家的车子每一台后面都是87，这样子，啊，所以我就故意留，因为09，大哥大开头是09嘛，那我后面都一定是87，所以99877，好不好？大家记得了哈。如果有机会到南部来，先打电话给哎卢老师。但是我们要设定一个通关密语，我们要设定什么？你知道吗？中卫发展中心，我叫张美女，这样子，能听我？能听我？啊，等于说你要至少要让我知道说你是哪个单位跟我有互动过的，那我才哎，我知道了，知道了。啊，那时候在马路上看到我哥 ，Hello， 哎。卢老师好，卢先生，好不好？那之前呢，我们曾经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这个建构上面，也经过不断的调整，将近我们要投入将近500多亿的台币，在我们整个园区土地没有算哦，好，很好的，在今年度我们正式可以正式开幕了哈，在12月18号，那也顺便。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今年12月31号的全国最大的烟火秀，就是台湾刀啦，你们如果。